啊，真心说，我们前面学过，真心就是正念，就是无念。念有念无是妄心，念善念恶是妄心，念佛法念世法也是妄心，有念都是妄，无念就是真。啊，无念也不是什么念都没有，什么念都没有的时候，那邪正都全没有了。无念里头有无量智慧，有无量德能，有无量相好。啊，这是《法华经》上讲的信句，也是《华严经》上佛说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这是信句的，自信本有的。啊，自信有圆满智慧，圆满德能。智慧德能决定不是从外头求来的，外头没有。啊，你看此地说的，处处能圆呢，独不能圆于般若。般若是智慧，他圆不到。为什么？他是妄心，智慧是真心起的作用。啊，妄心圆不到真心，所以他圆不到般若。啊，般若什么时候被发现？就是这个明心见性，就发现了。